金融苦恼，圣诞里梦想过白色圣诞。哟，这穿的人模人样的，不正是咱们台北走路工，是台北 worker 锦荣吗？别忘了他的本业可是 model 来着。他和阿 Kemi 出席意大利品牌活动，久没看他拍照，还当场刷宝。我可以正面多一点啊！对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就是写一点就好了。阿 Kemi 心花怒放，连和锦荣四目交接，都感觉好害羞。是刚刚跟阿 Kemi 调情，调到很热吼。没有啦，人家是在聊皮外套。皮外套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们的皮的外套。外套留不下去，那来问问今年圣诞节准备好送阿娜达酒令什么礼物？没有准备，实在都没有。如果有人有很多的东西，一定是比较难买。不过他家乡纽西兰圣诞正值夏季，他有个梦幻的愿望。蒙古有 White Christmas， 从不，从来没有 White Christmas。Never had it before。One day。英国娱乐新闻，酒令可以开始订机票喽！报道。